我又该吃这个了。这个我上次说是酸角，然后好多人告诉我它叫甜角，说是酸的是扁的，对吗？不知道，我分不太清。然后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应该是不是太酸。就是稍稍有一点酸味，就像果脯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太酸，也是比较甜比较糯的那种。然后我上次吃多了，我觉得这挺好吃的，然后拍完视频我又吃了一些，结果第二天真的坏肚子了。我就看评论底下就告诉我说这个不能吃太多，然后我还不相信。第二天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结果真是这样，不能吃太多。今天少吃点，它这个是就是是不是像桂圆干那种晒干了的，有没有知道的？我想知道它新鲜的时候能吃吗？这个一看就是肯定就是晒干了吧。这小籽儿黑色的还挺硬的。哎呦我去，老硬了。